今天半导体先端技术开发中心的开幕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日立先端科技在台湾生根超过半个世纪，在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发展上一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半导体分野におきましては、お客様の課題をお客様と共にスピーディーに解決するために、競争拠点を日本ではなく、ここ台湾に設立いたしました。この NCT を最大限に活用し、TSMC 様の開発量産にさらなる貢献をすることで、半導体の未来を切り開く一助になればと思います。今天这座开发中心的落成，我们可以看见 Hitachi High-Tech 对于市场需求的一个关注，也对于客户期待的一个积极回应。我们期待 NTC 的一个启用能够带来更深厚的一个合作机会。